天空中五光十色，璀璨烟火点亮夜空，民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短暂的绚烂。가을밤하늘을화려하게수놓는세계불꽃축제가오늘서울여의도한강공원일대에서열립니다。世界烟火大会在首尔举行，适逢20周年，烟火表演更加壮观，预计会吸引超过100万人。主办单位也以安全为第一，全面戒备。경찰과안전인력등7,400여명을배치하고행사직전까지비상상황에대비한현장점검을벌입니다 CCTV 와드론을통한실시간현장영상을통해돌발상황에신속대응하도록할계획입니다为了防止梨泰院踩踏事件重演，这次主办方开卖2500个付费座位，却有黄牛借机炒高票价。两张票原本约台币4,000块，最后喊到2倍，变9,500。부정한방법을실행하지않고한경우에도징역3년이하나3,000만원이하까지도가능하게돼있고그렇게부정하게얻은이익이있을까차액금도몰수하게돼있고火让人回味，今年吸引更多人参加，这回甚至出现有人提供待客排队的服务，周边饭店也趁机宰客，想大捞一笔。一晚房价飙到280万韩元，接近台币67,000。실은영등포구와마포구용산구등행사장주변지역호텔을중심으로숙박요금개시의무준수여부등을집중적으로들여다볼계획입니다当局也将着手调查不法哄抬价格的业者，但消费再贵也难挡民众前来。尤其这次共计1个小时的烟火秀，南韩特别邀请美日两国一同合作，展现各国特色的烟火设计，将成为今年烟火节的一大亮点。TVBS 新闻综合报道。